对，就网络小人很严重。最近，对啊，最近家庭姐妹失和。怎么说？为什么？你们家几个兄弟姐妹？嗯，就是没有表姐妹这样子。表姐妹这样子，就是家族成员不合。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为了作为背后带空，有没有？都是小人带刀的意思。哦，为了什么事吗？为了儿女情长之事。哦，对，就是为了感人吗？对，为了他的感情的事情，我们现在闹得不是太愉快。就是他喜欢这个，你就要不要跟他在一起？类似，就已经是这样子的。对呀、啊，我没有管他们的爱情，有他们的喜欢的，类似的一个纠葛、啊。你是看在心里，放在心里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们那段是孽缘，对，就是不是本来就是一个考验试验嘛，对呀、啊。可是他们不能因为他们的感情影响到我、啊。影响什么呢？就不行，我影响你什么？怎么样？我影响什么呢？哦，影响很多啊！我只住你家而已，是怎样呢？住我家那就很严重。哦、姐姐住你家吗？对，对啊、姐姐是表姐，现在是跟我住。我也没带回来啊。有啊。有，那就住我。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老师没事，老师没事，没事。我在扮演你姐姐。他不是不是，你是怕他晚上睡错床了、啊？没有，他可能他们两个吵架之类，心情不好之类的，就可能你就要当那一个润滑剂。不是，就是我就会当佣人了。哦。我就会需要帮他打理。上下打理房间，打理什么？因为他就腿肥，有点增值啦，腿上啦，又没有维持环境干净了。自从交了这个男朋友之后，一直没有。所以他的扮小人的格局不限于他。是住在这个房子的人，想了半天，搞不好是姐姐扮小人，然后也姐姐有没有？对，等一下我看姐姐的房间吗？会，我们也去看看，帮姐姐调一下，开始，搞不好正缘就出事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化解？对啊，这不难的，拿掉，拿掉，OK，太简单了吗？拿掉之后呢？如果放在这个座位的左边、龙边也是 OK 的。哦，放在正面的话，代表开阔的远景，讲到流汗了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怎么样？你要让人家换个衣服。对，这么热的天，那我们就这样，你去慢慢换衣服啊，我们坐下来。刚刚去个转播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哎呀，不错，哎呀，这真的贴心可人呐，哈，真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住。我的杯子里好像有鱼耶！啊，在家里要么就养一缸好了的鱼，他非要养斗鱼，斗鱼还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养了七只，分开缸缸，然后放在客厅桌上，这是为什么哈？这个逻辑，这几个放鱼的鱼缸应该可以买一个大鱼缸。对呀，什么样的人养什么样的鸟？哦，你说，因为他是赛车手，对，永远在竞争，是在争斗当中，所以他看这个鱼会激励他自己去跟人家做一个冲刺。乔乔，梳妆打扮好了吗？来，不好意思哦，张老师对你很不礼貌。没有，不会，他没有把你放在眼里，是的，把你放在心里。哎呦，小乔，我们刚刚在聊，你的客厅的正中间放了很多条豆鱼，你为什么会把这些鱼放在正中间呢？通常会买一个大鱼缸，你怎么这样一杯？其实我是买了一个大鱼缸，是后来他们每一只都斗成了，因为漂亮的尾巴不见了，因为斗鱼不能养在一起。但是老师刚刚讲这样子，这个斗鱼放在这个你客厅的正中间是不是的？对，我们客厅代表贵客盈门，嗯，我们需要带财的客人来。对，如果你放斗鱼的话，就代表一些好斗的人会来，好斗，包括你的姐姐啦，或者姐姐男朋友啦，或者朋友来这边，有事没事本来坐在这边看电视，看一看互相吵起来了，就是口舌是非争斗，搞不好你跟你表姐呢常常斗嘴，也是因为这个斗鱼的关系，他不会斗嘴。就那个是会吵架的。我们最近在用讯息吵，就一样嘛，就是会有争执啦，是，对，就斗了嘛，对，就开始斗，要换个好地方。老师建议你呢，不要放在这，那要桌上放在哪？通常这是土，土水土相克，他们也活不好，对你运势也不加分，是正东正西正北都是非常好的位置。不要，如果你想要。
旺财的话，鲤鱼啦、金鱼啦、带财的鱼啦、肥肥有肉的是这样。这个客厅可能没有所谓的格局财位，可是针对这样的情况呢，每一个观众朋友都有他的本命的财位，是。那么借由他本命财位之后呢，在这个坐向方面做调整的话，我觉得是非常加分的。哦，这个东西本来是不太愿意公布的，因为美女出现有没有哈？是，美女出现我就稍微给大家公布一下。对，好的。是因为美女才有吗？也不是啊。这个是补破洞财位的补救秘法，是。好，大家大公开了，注意了。其实很多的朋友家中都没有财位，是。那我们从这个来调整一下。好，516、17、18、19、21年次的啊，他的本身的一个本命的财位一定是东北跟西南，是。在这个的他的卧室或者客厅，是。那么做一个加分的一个设定，这样是成功的。那西北跟东南也是一样，作为土象 ，OK。好，那是本命跟流年。流年是今年吗？对，那他开运的白色花瓶为主，跟土有关的瓷器，在那个位置摆上去就加分了。是。好，好，像你41年是，你31年是吗？举例，好，是，好，我们就认了。那你等下，等我踹他。你们两位遇到的话，稍微自首一下好不好？好，还有互动。你几年是的？73。我先帮你开好了。哎，上次去来，尾字是二的。不是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2。好，那么很简单的，因为它本身是我们说的这个破军星化禄，是，所以北北都是最好的财位，这是流年之外还有固定的财位，是山水化的水可以增加它财运的亨通，哦，也是一种暗水跟明水的互相。那你是今年是73。老师慢慢帮你撕，快呀、啊。本身来说是什么年字啊？53、63、73、83、93年，公大就华黑东北给你啊！这南方的火，它加盐灯是加分的。哦，好。那、啊、你的尾数是七是不是哈？七。哎，等一下，七就是东哈，34、9、6、7有东方的木有没有？木雕跟艺术家就可以解决了。OK， 好了。木雕艺术家，我们现在要这么快讲？九。就啊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，跳过去了。哎，喂，也不错啊，南，而且很简单，红色的花就对呀、啊。39、49、59、69、79、89都带这个旺气跟财气，是取掉了南方。摆白色，摆个红色，摆的不好，至少保持干净，好不好？你是南南的红花，我是东的木雕。哎哎，那34、44、45、46、44年次的观众朋友，你的东边是你本命的财位，是流年财位是北边，所以绿色的盆栽无往不利，绝对加分，哦、很好，绝对加分啊。那35、45、55、56、75年次的观众朋友们，西元是加一，好不好？西元加一，所以北边是他的本命财位，北边还是他流年的财位。嗯，黑色或白色的玩偶的收藏，嗯，玩偶、玩具、瓷器都可以。对，一般都可以都算。黑色、白色都。他比较需要一点童小孩心情。黑色、白色，那他就买熊猫就好了。聪明呢，这白色。或者现在那个哭马熊啊，你讲的对，可以白的。讲得很好，很好，继续。我看你那个眼睛哦，那个把酒店给没吐出来。不是，镜片的关系，突然变都好了。3、4、6、5、6、6、7、6、8、6的哈、哦，它本身是北，都是它固定的财位。是，那么放鱼缸，当然水要干净，鱼要活，这大原则要先抓住啊。38、48、56、87、88。他本身本命的财位一定是在西边，配合今年流年的话是东边代表他的财位，是，所以这个钱币啦、金属啦，跟金属有关的这种的饰品都加分，好不好？都加分。30、40、50、60、70、80年制的，一生当中北边是他的固定财位，是。由于今年的运势的关系，西边代表他的流年财位，千万记得哦。北边财位是固定的，西边是配合流年，再帮他做调整，再做装修饰，是蓝色的金洞都可以。嗯，好，我们现在先看姐姐房间，再看她的香柜。好，好，现在看看哦，看有什么？哇！这里也是琳琅满目，很精彩呢。好房的一个柜子，对。可是为什么它上面挂符，还有五帝钱，还有佛珠啊？有的是我的，有的是姐姐的。哦，对。是，那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有名师指点吗？对，就是
自杀。究竟何种煞气如此凶猛，需要挂满整墙挂煞物呢？2016最后倒数，躲避灾祸，平安度过。年次的是朋友们，因为休闲娱乐发生取光，登山、游泳，包括所有的游乐设施啦、出去玩呐、玩得太投入，会乐极生生悲，千万心是的啊，爱人有血光，配偶枕边人可能今年会有个手术啦，或小血光，也有可能他没有血光，叫行人带刀过来碎碎念，配偶念的话，你要逆来顺受。8月29号到9月4号呢，这一周的生肖运势如何喽？运势只有一颗星的话呢，就是生肖属蛇、属鸡还有属牛的朋友，这个礼拜劳心劳力，进展不顺。来看一下呢，运势有三颗星的生肖属虎、属马、属狗的朋友，天喜降临，然后人面桃花很旺哦。好，运势有四颗星的，就是生肖属猴、老鼠和龙的朋友，恭喜你积极进取，可以大展宏图哦。以及呢，生肖运势有五颗星的朋友呢，属猪、属兔、属羊的朋友，恭喜你财运亨通，蓄势待发。那我们看一下加码的部分，事业最盛生肖属龙的朋友，以及财运最旺生肖属猪的朋友，还有桃花最开生肖属马的朋友。